美眼和美唇功效二合一，短按一秒开启蓝光按摩，再短按一秒红光加热，可达到42度的恒温，长按5秒即可关机。使用时建议搭配眼部精油坚持使用，首先在眼周涂抹少许精油，这里要注意不要抹太多，以免眼睛营养过剩。再配上离子采光美眼仪使用，振动每分钟可达12000次高频，微震按摩时精油快速吸收，可以减轻眼袋。唇部按摩不必使用精油，按摩头沿唇线轻轻按摩或下唇周围向上提拉，能够有效提拉紧致组织肌肤哦。充电的过程中，红灯是闪烁的，红灯停止代表已经充满电。